隆镇滨渔港最夯的彩虹屋，情侣为彼此拍下网红最爱的打卡照，但这段恋情没能走到最后。今年初，女子在脸书上留下文字分手文，强调自己不是玩具，鼓励要过得更完美。几天后，男方也落寞地写下，感情最糟糕的不是失去爱人，而是太爱一个人失去自己，彼此都还没有走出情伤。女方家人不满，男子来勾勾敌，带着女儿登门，原本要好好谈分手。我这个是主席，你讲的对不起，你我老爷的习惯了。阿仔，你摆一头，你想要当兵？我已经到，我无你打当兵，想想。你想要当兵？你有年岁，我无要跟你计较当兵。你来啊！你做你来，你来搞当兵，试看卖。你有少年气，我做你来。你试看卖。暖男变脸，大呛前女友的爸爸，双方火气都好大。没隔几天，男子开车半路拦车堵人，又掀起了另一波冲突。这回双方互告。我那兄弟在啊，我爹娘在家里讲的啊，伊先出手怕啦，我爹当然会还手啊，甲先者水过这个气甲过。如果我过一道民俗的啦，你搞我回俗人是啊，怕人的这你。我们前往男方住家求证，爸爸代为发言，当事人不愿回应，说要放下这段感情，毕竟情侣做不成，谁都没料想到番外篇是双方的爸爸都很悍，护儿女亲切，没结成亲家变冤家。三立新闻郑荣绍子昂新北报道。